今日要来看的是嘉义县政府举办乐动音符青春欢动宣导活动。嘉义县长翁章梁率领着贵宾共同宣达着欢动的决心，向现场参与的150位青少年、佮有学生囡仔来宣导，绝对袂当吸着毒品，因为毒品会让人进入善假含罪恶的陷阱。嘉义县政府举办乐动音符青春欢动宣导活动。该县长翁宗良率大拿镇长柯友江、县议员曾信忠、刘雅文、吴淑良、江志明、行政院顾问陈冠廷等贵宾，吹动反毒号角，宣达反毒决心，并向现场参与的150位青少年学童宣导：绝对唔通买毒品，毒品令人进入善家甲罪恶的陷阱。再三呼吁，千万唔通买毒品。或是个人家庭的啊，这个痛苦，然后我想毒品啊，绝对是危害最大的哦。那所以啊，咱的啊，嘉义县政府那、啊、特别到我们大埔美的卡罗尔。啊，这个音乐的这个广场，那特别来举办啊反毒的营队。那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啊带着小朋友，那一起来参加啊反毒的闯关游戏。那实际上主要的目的是让小朋友，那从小就对毒品、那反毒有概念。那所以当他啊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那有任何的可能的诱惑的时候，他就不断的会提醒自己，那整个的反毒的概念。那所以我想。毒品绝对不能碰，那只要一碰的话，真的记得一辈子大概就完蛋了。不管你是从事任何行业，只要你碰到毒品，那你就会成瘾，那到最后会没有钱，那没有钱的话偷拐抢骗都有可能，那所以就会让自己的人格在整个社会的角色跟定位产生很大的错乱，那进而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那我想所有人都应该小心。提到说，其实毒品有它的成瘾性跟它的戒断性。成瘾的时候是个人的选择，但戒断的时候必须要与家庭陪伴，必须要与团体陪伴，才有机会能够把这样子的毒瘾来戒掉。所以不管如何，这样子的今天在公安工厂，那配合这种悠扬的乐声，来去把社区的凝聚力给它完成，我相信对于防治毒品都会是很大的帮助。现场有150位青少年学童来参加活动，内容包括挑战吹响各式的管乐器，以及多种活动式的弄关游戏。学生的压力处理、拒绝毒品的诱惑，强化青少年身心健康。细心是蔡明彤，大拿镇蔡宏报道。来，先掌声好朋友，掌声！大家一优先，起航日本。这家超市就是他的，我们的牛奶凤梨，这次叫做夏之雪，对，卖得非常好。牛奶凤梨特别难照顾，它是一在凤梨里面比较难养成的品种，在嘉义刚好在市中，所以牛奶凤梨变成嘉义非常重要的特有种的产品。台湾的农民很辛苦，我们把最好的水果带到日本来，希望大家喜欢。台湾嘉义 ，Pineapple， OK， it's good， ありがとう。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まあこういうのを買って、お店のフルーツで出して、まあ山口の人でもね、味わ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って。では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を多く生産している嘉義県の知事王昌龍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尤其夏天把它冰一冰以后再吃更好吃。食べやすいです。またパインって繊維がある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全然繊維がな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ぜひ皆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美味しい、食べてよ。